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不对，你应该把你心里话说出来。快点进去！出来拿衣服啦！宝宝，他偷了你的底衣，你感觉到很不忿，就偷他的底裤，很不幸的被他发现了。 你很生气，结果把他揍了一顿。Am I right？原创强杠，汤拳头遇上枕头。每逢星期五晚上8:30，八度空间，啾咪啾咪播出。